大家好，我是一球商店里有 50K 的闪金球员包，10个限量，有效期是一天。今天出的球员 SBC 是这张贝利，来自勒沃库森，造价要9万吧，双四星，左脚，有外脚背和 flyer 两个特技，依然有租借版本，有兴趣的可以先做一下租借版本试一试。这张卡面上看起来是非常不错的啊，速度96，控球的敏捷、平衡、反应也都非常高。射门也不错，基本上前场的任何位置感觉都可以打。看了一下评测，用起来的感觉如实的反映了卡面上的数值啊，还是对得起这个价钱的。啊，完整的评测我放在 2P 里了，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。第三个挑战 SBC 送的是不可交易的6个闪金球员包，可以把这个阵容分为2个区域，底下5张卡用同卡就可以了，同国籍同联赛。上面那个区域呢，也可以用同一个国籍、同一个联赛，然后换掉一张卡就可以了。今天还出了好多升级 SBC，81到87、80+、81+双升级，跟以前的要求都差不多。如果卡包开的比较多，垃圾卡比较多呢，可以升级一下试试运气。好了，就是以上，谢谢大家观看，不忘记点赞，拜拜。Gameiro, it could be up for grabs. Good defending to prevent the chance. It's got to be. Not a great challenge, free kick here.